大家好，为各位介绍下面这样商品，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电池，那这个是 RCE 所生产制造的锂铁电池。 RCE 呢是台湾的厂商，专门制造以像电池啊、电系类的汽机车、电系类商品为主的商品，然后所生产的东西呢品质非常优异。 RCE低碳动能呢，也是全台湾在电池方面第一家荣获世界各国超跑所采用的一个电池然后呢，可见品质是非常优异，连全世界的超跑呢都有使用跟订购。然后呢 ，RCE 的电池全部都是模组化它可以经由这个组装各个不一样的排列方式排列成。每个人所需要的一个尺寸，那像目前各位所看到呢，这个是7号电瓶，所常使用的。那7号电瓶薄型的，像新进站啊，然后像 SMAX 等等的车型所使用的，目前就是各位所看到的这颗，这个薄型的一个锂铁电池。然后呢，电池呢，当然 RCE 锂铁电池呢所提供的不但是轻量化跟环保的这个主要的议题之外呢，最重要还是电系的一个稳定性。那像电系的这个对车辆提供的这个稳定性是最着重的。然后在电的方面呢，尤其像有时候我们急加油门，或者是说我们急速的这个开大灯，或者是开其他电系类喇叭灯等商品的时候呢，一般的电池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压降存在。那像锂铁电池呢，压降的情况就比较不会这么的严重，而提供这个电系的这个电压的一个稳定性跟电流的稳定性呢，能够更好、更优异的。然后当然这牵扯到说，有人说换了之后呢，性能会变得比较，车子会变比较好一点。那当然，这个当你的电火效率提升，你的这个这方面的效率提升的时候呢。尤其是喷射的车种，那喷射车型的电力需求呢，当然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当然，电瓶的一个品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含说，这个锂铁电池的一个安全措施、防爆措施，以及这个保险的一个提供，然后 RCE 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棒。那包含这个非常长的时间非常久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条件，也是在业界也是算是首屈一指的。当然，那如果不是这么好，那超跑方面呢是不会去世界各国的超跑呢不会去跟 RCE 订购这个这么优越的商品，那一定是有非常优异的一个品质存在。那RCE 的锂铁电池有各种尺寸，当然不管是小几号常用的，比如说5号到10号电瓶，甚至更小的都可以这个来订购。那像汽车方面呢，也可以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订购。然后喜欢朋友们可以到麦可仓库集资精品，或是可以到这个目前各位影片看到的正下方，可以连接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连接到我们的拍卖做一个询问上的一个动作喜欢的话都可以参考看看，谢谢大家。